大家好，我是夜鸭车。先恭喜观看这个影片的朋友，要领到第一笔的 YouTube 收益。我分享怎么用彰化银行美元账户来收款，直接讲重点。要有彰化银行的美元账户，还要有英文户名。之前没有用过美元收款及转账的朋友，拿着身份证印章去彰化银行里的服务台办理，跟他说美元账户要办理英文户名，名字就是你护照上的英文名字。 W8Bank 表格请参考说明里面的连结，仔细看文填写。收款资料请参考我的图文，彰化银行的英文名及 SWIFT code 也放在我的说明栏里，填写送出就没问题了。再次恭喜观看这个影片的朋友要领收益了，分享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